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对马战鬼。我们今天来做斗笠帮的任务。我觉得他蛮酷的，所以我想先跟他结盟。是龙三接错我用暗杀吗？这是我比较好奇的。我看上我的娘子回来了。就是这座塔吗？一个人，嚯！吓死我！我刚刚以为我失败了。结果发现龙三是卧底。暗杀他们呢，蛮不错的。
暗杀很爽。先打弓箭手。帮忙比较好，应该等下就突然跑过来。待会这里也没有那个吧？嗯，走了。是有人要送死啊，不是吗？原本男主角就是就是站着不稳啊，就是没发现你还有海战呢，也太酷了吧。我为什么是黑屏啊？有啊，有人看着我啊。先拿一下我的东西。
没血没办法。哎，你救我啊！哦，死了，死那么快。为什么不蹲下？疯了！疯子！拿回一些剑。新手が来た。殺せ。是将领，学习了。这是对双刀吗？还是矛？还是长柄类啊？哦，长柄类的。拿回，拿回。哦，剩自己一个了。下一艘在那边，嗯。今天还有五六个人。靠！我吓死我了！然后怎么了？嗯，什么东西？我这边有那个，我想说，怎么了？去。
在这边，那他也在这边。是吗？没有吧？还是这些事啊？还是根本就没有粮食？这里还可以下去吗？哎，等等，还是这里面？我刚刚没有进去过。汉王有令派遣那个维持补给线，巴托努盖。好。我以为那只熊可以给它吃哎、欸。被攻击了！大叔，畜生！我们的食物龙，逃走！逃げるぞ！泳げるぞ！看我吗？行
啊，这个也要我操控？見つからないよ。隠れなければ、そこに身を隠せそうだ。躲在他们船底啊。食い物持って帰るって約束したのに、空手で戻るとはな。別の手を考えよう。それまでに全滅しちまうぞ。船でこれを見つけた。敵の兵力図だ。補給路が乗ってるか。地図も書かれているか。役に立とう。どうせ、抜け駆けするつもりか。この奴らを養わなきゃ。前とは違う。每个都是这样。升等，日益壮大。哇，不屈疾风，耶、最大生命值都上升了，但是我的防御好像很低。那我这次用风铃好像不错。那我好像有三点吗？三点我要用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错哎，先拿这个。然后这是什么？专注冷却时间减少15%。有吧？要有冷却。今天到这边先结束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